这三个人的人名。桃园三结义。决定。本名吗？不然还有艺名啊。桃园三结义还有艺名啊。我们就讲史上最恶心，这个应该算恐怖。他这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性感，而今天竟然在性感颜值上面他得到零分。张开眼睛，你搞什么东西呀？小明星大跟班，今天又是快乐的时光了。Crazy 现场来了几十位的宅男哥哥，欢迎我们小明星大跟班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来。当然，不见得是宅男，今天你们开心吗？其实我们今天要寄出的呢，就叫做“性感”这两个字，因为女神大家看多了。但是性感女神如果通通都是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是很恐怖的 PK 赛。啊 ，PK 赛又来了。是的。女神已经很厉害，但如果说能够性感，到底什么是性感呢？我们听他们说的，来，什么是性感？我觉得性感就是胸要多大就多大，腰多细多细，裙子多短就多短。他的胸是金箍棒啊，要多大就有多大。这个当然吧 ，Zebra。胸型要漂亮，当然身材要好，当然。然后呢？然后腿要多长多长，还要穿高跟鞋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觉得有三点，像脚的话要有曲线，脚的曲线要穿上像那种黑丝袜，有没有？黑丝有点若隐若现的感觉。哇，你这么重嫌呢？请坐下，请坐下。大家要求都好高哦。我觉得性感女神定义很简单啊，怎么样？就是宪哥访问起来有活力，那就是性感女神。嗨，你怎么聪明哎？你真的是一个标准。那我自己本人，我最重视的是腰。腰要纤细，要漂亮，因为腰其实很重要。水蛇腰，对，水蛇腰的话，你胸部不大，可是你腰细，看起来也是漂亮。你的臀不翘，你腰如果是漂亮的话，看起来也是翘。来，那什么叫做性感？其实性感女神蛮简单的，就是要一个迷人的地方，不管她是胸部还是脚，或者是她的眼神，然后主要是她要很会摆动作。摆 pose 吗？拍照，对，在我们前面一二三四五，他们总共有五个投票口在那里哦。手上的一球代表一分，三十位好朋友，他们就是我们评判，有来了五位的性感女神，他们一见面出来就十五连拍，啪啪啪啪啪，时间一到停止下来，直接就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鱼贯而出，然后再来直接投票，包括他的颜值，包括他的身材，包括他各方面，包括他的腿，包括他的腰，全部包含在内。立刻欢迎我们第一位夏日凉感美人顾婉瑜，身高162公分，48公斤，哇，32、23、30、15连拍开始。哇Crazy！ 哇！哎呦！尖叫声！哇，好拼啊，好拼啊！哇，太拼了，太拼了，太拼了！好！哎呦，时间到，请就坐，欢迎。接下来是性感魅力舞姬艾雅，有小艾。15连拍来了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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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这不就是娜娜吗？哎呦！身高162公分，体重46公斤，三围听好，32D、24、37。Oh my god！ 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连拍。好，欢迎下一位拉拉伊卡女神。身高165公分，体重47公斤，
三围是32、25、35。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嘛！哇！不行啊，这犯规了 ！Oh my god！ 尖叫声！12、13、14、15。最后让我们欢迎情色女教主雪碧。哦哦哦，雪碧。身高162公分，体重15公斤，三围是32、1、24、34。Oh my god！ 太性感了啦！哎呦！10、11。Oh my god！ 好难。12、13。14。最后一个 pose。Last pose。哇！还有最后一位男神吴宗宪。不好意思，这脏东西不要放上台面。心情是不是很激动？开心吗？开心吗？太开心了。那个让他们讲一下，我想问啊 ，NONO， 你这样其他四位哪一位是你真正会害怕的对手？拉拉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波涛汹涌。哦。对呀。小爱来。小爱，你最强的对手是谁？小爱今天真的拼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今天才有露背这边。直接副乳。对呀。大家的副乳。背部很漂亮，小爱真的身材非常好。你心中的最害怕的对手是谁？还是你觉得没有？我觉得就是拉拉，因为你知道她真的是很强，身材很好，然后讲话又可以这样嗲嗲的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。还没有听过。她刚才弄肩，哼这样。啊，不行啊，这犯规啦 ！Oh my god！ 是不是拨肩带哦？谢谢。云飞最怕的对手是谁？我也是觉得是拉拉哎，对，你也是拉拉，大家都怕拉拉。不是，因为他讲话就嗲嗲，但他是狠角色。没看到刚刚把肩带拉下来，真的超狠，大家看到肩带拉，然后胸部都掉出来。那你觉得今天谁最不担心？小爱吧，因为他今天就感觉要去度假一样。有点轻敌了，睡衣风小爱，睡衣风。对，拉拉，拉拉，我觉得是娜娜哎，因为。我听过他的叫声很性感，什么叫声？哎，你真的是狠角色，我的妈呀，他叫声他怎么叫？就我们一起去 party 啊，然后他就会啊，我的棍，很开心的叫，对啊，然后就动不动就来一个劈腿一字马，就是超性感的，还有他的电臀，所以你怕他？我怕。雪碧，你觉得谁是你最大对手？一号 NONO， 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有我没有的啊，因为他很清纯，然后又可以很性感。那我就是只能性感，我不能清纯，我清纯不了。嗯，你有想过要改造自己变成比较清纯的样子吗？没办法，我脸就长这个样子啊。对呀，没错。好，好，闭上双眼。哎，好可怕！没想到吧？这已经要投票了，够恐怖了吧？直接投票啊！这有点残酷。闭眼睛，闭眼睛，不能偷看哦，偷看扣10分。好，好，拿脸要抬高，因为怕你们偷瞄。请投票。光光是看颜值的部分，还有他们的15连拍，到底这样子性感的程度，到底可以得到多少分呢？性感女神们在15连拍中各个卯足了全力，看得宅男评审的内心可真是小鹿乱撞啊！哪位女神可以在颜值的关卡中胜出呢？现在投票完毕了，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先张开眼睛？想先看的举手。他有点好，拉拉想先看，紧张哎。1、2、3，拉拉张开。好，满意。好，好的。还有没有人要挑战，想要直接看自己的票数？我要看。哎，你们要怎么笑啊？1、2、3。10分呢？等一下，他有话要说。好好，他这一生最大的荣耀就是性感，
而今天竟然在性感颜值上面，他得到零分。Why？ 那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喜欢比较清淡口味的，我可以接受，你可以接受。你是浓汤，对，我是浓汤。你在他们心里面是浓的化不开，酥皮浓汤。No no， 得到十票，蛮意外的啦。觉得自己因为跟小爱平，我想说小爱可能会超过我，毕竟他刚刚在那边躺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搔首弄姿。你的意思是说小爱唐娜还不跟你同分？但小爱刚那个 pose 可怕，很对啊，自己很夸张，直接躺下来，哎，我可以得到十分，我真的很意外，我以为原本就是有两三分，因为你知道我长那么黑。再来 Lala 是得到八分，其实票数也是蛮高的，要谢谢各位吗？谢谢你们，可以再给我多一点吗？哇，真的，我懂了，我现在懂，我现在就是很角色，就是真的很狠，给你多一点没问题，但是要等我一下，只要给他机会。下一关才能投票啊！下一关才投嘛，对不对？雪碧，雪碧两分。我跟娜娜也是浓汤口味的，我觉得。接下来这一关真的很刺激。很厉害，女神机智问答。吴婉云变身才女大加分，雪碧败在男的糊涂。化学式二氧化碳。第二库啊！恭喜答对。什么叫做毕氏定理？请抢答。你还是会 ，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。恭喜答对了！哇，好想看呢，我靠！想出这三个人的人名，桃园三结义。绝壁，本名吗？还有艺名呢？桃园三结义还有艺名的？是你讲他 F。在第一阶段投票当中。顾安云和小爱暂时领先，而有着电臀女王称号梁云飞竟然惨遭垫底，她能够在机智问答中扳回城吗？女神机智问答，没错，我想呢，这个不只要性感，也要有头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能当花瓶，对，这个很重要的嘛。Oh no！ 然后大家要用抢答的方式，我们举手，举手，来举手，请抢答。对。哦，这样就是小爱出这个先后了啊！对对对，第一道题目有答案立刻抢答啊！你帮我看谁最快？好的，我来。世界名著《蒙娜丽莎》是谁画的？云飞，毕卡索。答错。No！ 我第二个对不对？里奥纳多·达文西。哎呀，达文西就达文西，他还加里奥纳多达文西，恭喜答对！恭喜，是抢答第二个答对的，所以只送一分，一分，这样就分还好，因为他速度快嘛。台湾最长的河流是？哎，小爱，其他曾文溪，恭喜答，哎，错了，来，爱河。高雄那一条就对了，高雄那条爱河的，你是全台湾的河流只知道爱河是吧？雪碧，浊水溪，玫瑰西雷嘛，玫瑰火未开，但是这是浊水溪，恭喜答对啦！所以这样还是给一分。好，再来第三题，色戒的导演是谁？好，小爱，李安，恭喜答对。犹豫的呢？难不成是李刚吗？我刚才想说是谁？李刚是李安的弟弟。弟弟啊，那不同人，不同人。这样就两分。有两分喽，两分。这是诗词哦，好，国文题，国文题。好，国文题。接下一句啊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No！ 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台女，台女啊！有没有会整首的？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要不要再送他一分啊？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好棒哦！这样不公平啊，对不对？乖宝宝贴纸给你。那我再考一题，好不好？好。松下问童子，言师采药去。接下一句。只在此山中，请接答。记得演给你们看。第一个字是云，有答案立刻举手。第二个字是生，云生。第三个字是不，
云深不知处。恭喜梁韵菲获得一球，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。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对，哎，他真的都会，这题没分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你好，还好没有。好可爱哦，给一球，给一球。等一个人，不行不行，这不公平。好，来再来。注意哦，要抢答。下一题，化学题。化学式二氧化碳。哎，来 ，no， 二氧化碳是 CO2 啊。恭喜答对。好强啊！强哎！谢谢谢谢。真的会耶。注意哦。好，来下一题。要讲这个很难。数学题。数学题。什么叫做毕氏定理？请抢答。请抢答。no， 你还是会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，哎 ，c 平方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吗？恭喜答对啦！好厉害，哎，刮目相看呢，很好。对啊，有没有看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？这题是随着唐三藏到西方取经的是哪三位？哎，小爱，猪。讲错就没有诸葛亮、猪八戒、沙悟净、孙悟空。恭喜答对！球。来，再来算是时事体育题。拉拉加油哦！雪碧加油哦！好。陈伟英是哪一队的？云飞兄弟下。陈伟英兄弟下。拉。大联盟。大联盟队怎么样？的那一队，迈阿密的火鸡为火鸡，迈阿密火鸡队。NONO 是这个 NONO， 我们孤注一掷了，只剩下你了。这是黄莺啊，黄莺，黄莺是歌手，黄莺莺。这个朋友，我谢谢你。Thank you。你们是陈伟英，哎呀，在美国的大联盟呀，他的儿子迈阿密的马林鱼。这是好球队，喂，马林鱼啦。对呀，女生好像比较不爱看棒球，这一道题目有机会哦。好，历史题，历史题，拉拉加油，准备哦，好，准备抢答哦，好。讲出这三个人的人名。人名。桃园三结义，哎，雪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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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不，还有艺名字。桃园三结义还有艺名的？是你讲他 FB 账号？你是第二，你是第二，你没有。不要这样子，张飞、关羽、刘备，恭喜答对，两球两球两球，厉害厉害，有了有了，分了，很强哦。注意哦，人民只要一个人民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这算时事题、政治题。行政院长谁？雪碧。林权。哦，恭喜再两球。好厉害哦！雪碧追过来了。木栅动物园里很有名那只大象叫做小爱林旺，恭喜答对，太容易了吧，拉拉，我抢不到，拉拉这一题是让你那个优先抢答，优先抢答，让给拉拉，唱出两首歌有拉的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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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首，还有一首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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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Excuse me， 不是忘记歌词就是有拉好吗？韩国歌，韩国歌，就是对，哦，他真的就是他的间奏就是了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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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嘿，拉拉加油，拉拉哦，加六分。现在总分已经又出来了，这一个关卡里面，拉拉只得两分，是的，云飞也只得两分，两分。但是呢，我们孤王云有八分，安以爱是六分，最后雪碧是五分。来，有拼了！现在把这个成绩加总进来，我们马上进入我们恐怖歌喉战第三关。恐怖歌喉战，尖叫不断，安以爱往事只能回味，到底是什么？一、二。摸着
是不是很恶心？满是伤痕，我的啊！给答案，给答案，不能碰，不能碰。你还闻呢？是什么？来看，来看，来，好熟悉的味道。熟悉啊？是熟悉，是陌生人的味道吗？是前男友。激烈的抢答之后，冠云暂时以总分18分领先，而接下来等待着女神们是什么更艰巨的挑战呢？好的，恐怖歌喉战，真的是恐怖，这里就有一个恐怖箱，然后你们都出来唱半首歌啊，只唱半首而已耶。然后呢，你在这个歌唱完之后呢，是你同时也已经摸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哦，要摸出来才有分。对，你摸出来的话，那你就能够得到分数。但同时大家也在听你歌唱的如何，歌唱的部分也会给分的，好吧？准备好了，第一位孤婉允小姐，欢迎孤婉允，你站到旁边，在这里，好好好，站好了哦。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梁静茹的暖暖。哇，唱情歌摸恐怖箱哦，注意哦，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一二三，哎呦，我你的表情很凝重哎，这真的真的多了没有？来暖暖，开始了吗？下去了吗？哎呀，好亮！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，伴奏的旋律。都可以你说的，小心，说的我都会相信。不要激怒他，不要激怒他，手不要受伤。手受伤是不是有被咬到？是刺哎，对，那你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啦。刺已经答对一个字，刺什么？对，它是生物吗？可以问这个？不能问，不能问，因为只有你摸到。刺什么？它是马桶刷。哦，你确定吗？它圆圆，就是刺马桶刷。它这是什么？鬃毛刷。本来以为是海胆。对，就也是刺，但我觉得你们应该买不到。恭喜答错，这是甜甜圈。有必要做节目做成这样子吗？骗观众。好，安怡啊，第二棒来。欢迎安怡啊。好的，歌好好唱。刚刚那个，刚刚怎么了？我尽量，等一下我尽量。刚刚你都断掉啊，不好是不是？对啊，暖暖唱唱，哎呦哎呦，这样哪有人这样子？在吓我。对啊，唱情歌你一直在那，哎呦哎呦。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唱什么歌？来，我要唱那个 Elva 的《错的人》。哇，也是情歌，来慢歌慢歌，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。一二，哎呦！老实说，赤手摸这是不是很恶心？因为摇头，蛮恶心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 ？Music， 来喽，加油，小爱，可以摸了吗？知道分辨并不有水啊，朋友都劝我不要，还好你穿泳装，海产海产，应该是海产，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，假惺惺的想要逃，心都不能，这才真的真可笑。啊，太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，不要捏，不要捏，太容易不顾一切，满是伤痕。我的啊，错的人，明知道这。故事
你还闻呢？不是，因为湿湿的。湿湿有两种，湿湿有，现在有四种了。好，而且还油油的。油油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好，说说看，说你觉得是什么？你要吃吃看吗？是什么？猜猜看，猜猜看，来，好熟悉的味道。熟悉啊？是熟悉的，是陌生人的味道吗？是前男友。前男友很要放进去哦。熟悉嘛，对。小爱，快点，举弱条。一、二、三，请看。哎，这是啊，这是吗？这叫面条好吗？这哪有举弱条？你说这是意大利面条？哦，好，傻傻的。好，请坐。第三棒，欢迎我们的梁云飞。来，哦，恐怖恐怖恐怖！闽南语说得好，三个钟嘛一个哭哦。现在前面那哪嘛哪嘛当来了，来了，对，而且带什么歌？下雨天。下雨天啊，现在看一下到底是马盖东斯。一，真的可怕，真的，一二三。啊，这是你们超夸张的哎！二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夸张。表情已经收敛了，怎么样？好了，来，直接来这首下雨天，加油！其实还唱得蛮稳的，我这样骗你，你会不高兴吗？唱不错，因为湿湿，应该是那种细胶的那种老鼠还是什么的，玩来自己来看一下，来来来，动物类的，说得出来，恐怖哦，这是什么？恭喜答对，玩具老鼠啦，但是真的蛮恶，它放在水里，对，它感觉这个哈，好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欢迎下一位，啦啦。的拉拉，塞奶美女，那就准备好了。注意，我这一关的分数很高的哦。啊，你要唱谁的？小爱跳，浮夸，太浮夸了，讨厌，吓死了。好，来你过来，你觉得我浮夸？你过去一点。来 ，No No， 自己看，一二三。啊，这个真的不行，不行。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一直往后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原地跳是美女的权利，你跳起来很恐怖哎。我也会害怕。那你们一起害怕，一、二、三。好怕！好了，好可怜，好可怜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都林小培他的眼泪。放轻松。各位，吓死了！一、二、三。我吓到吐奶，妙仔，他的眼泪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手永远还太早，爱的电话太难遇到，不要乱讲，不要硬扯，不要硬扯，爱我太潦草，不要硬扯会痛，没有一次说到做到。想不到拉拉竟然游刃有余地玩起了恐怖香甜香肠，哎，你这样对得起前面几位下的花容失色的女神吗？哎呦，游刃有余的感觉耶，游刃有余，怎么那么轻松啊？对，他
认为就是说这一题他一定得分的，对不对？啊啊，往前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请说出，我从小就跟我妈妈在菜市场卖香肠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好好感人。所以这个形状是妈妈。太熟悉了，太熟悉了。一节一节一节的，应该有两斤。好，那么我们要，哎，他重都称好了。我们要问你的是，请问里面有几条香肠？我小时候就在市场卖香肠、红烧狮子头、五根肠旺，还有咸菜猪肚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我都可以煮给你们吃。哇！哎呦，掌声鼓励啊！原来你是小厨娘，真是看不出来哎，好棒哦！重点是说愿意帮家里。对。对啊，你看，那不要说别人，你看像 Sandy 哦，五六岁以后，从小到大在家里都养尊处优，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哪有？没错，你平常工作很辛苦，我也有趁你就是休息的时候把你的 CD 拿去变卖。50很好卖，卖我的 CD， 然后有签名的是70，那钱呢？钱呢？存起来啊！存到哪里？不然我怎么出国读书？拉拉喜欢你，来 give me five， 耶！谢谢宪哥，好，不错不错。好，再来剩下一棒就是雪碧。哦哦，这个摸到是恐怖片的 level， 我觉得。哇哇，你知道有一种事情叫做好酒成瓮底吗？请往前一点点。有一种东西叫电后。那我们把话讲在前面，一定安全。不要吓我，是会受伤。唯一的顾虑就是说，已经差不多六天没有喂食了。是活的。就这样。带来哪一首歌？热带雨林哦 ，S.H.E 的歌，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吗？真的，马上就跟歌词一样，悲伤入侵。史上最恶心，这个应该算恐怖。我跟你讲，胆子不够大，要稍微回避一下。哎，真的很恶心。一、二、三。关键舞蹈指令赛，女神称号岌岌可危。第一段先看着学。这条线是难度很高的。NONO 在干嘛？只有 NONO 一个辣条。可以谢谢他了。决战一关，请给分。Oh my god！ 怎么会一个都没有？张开眼睛。热带雨林哦 ，S.H.E 的歌，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吗？真的，马上就跟歌词一样，悲伤入侵。史上最恶心，这个应该算恐怖。我跟你讲，胆子不够大，要稍微回避一下。哎，真的很恶心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了。缪仔，热带雨林，雪碧唱的。慢慢的，慢慢饮酒，因为你不要突然间弄它，它会冲上来。慢慢的。今天下落不明，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痕迹。你想起。雪碧对恐怖箱内的答案是志在必得，不但一点惊恐的样子都没有，连歌词都忘东忘西，看来评审 gentlemen 恐怕要失望喽。又来了人，又来一个胸有成竹好的，那么雪碧，你里面这个如果是一个礼物，你打算要赠送给哪一位？我觉得最有戏的就是红色衣服的，是吗？因为我觉得他很敬业，很敬。雪碧其实是这样的，其实我们里面恐怖箱里面这个，就是跟他借的。真的六，我六天没有洗它了，是没有洗。对对，那你叫里面是什么？假发跟一个人头。
哦 ，OK， 自己看一下，恭喜，答对，了不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来评分了，好的，五位女神都已经唱完了，也摸完了，他们也这个恐怖箱，好不好？恐怖歌喉战，在那个状态底下，你还能唱歌？这一段要考验的，我们现在才告诉你，公布你我们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呢？评分标准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哪一位最有综艺效果？恐怖歌喉战，哪一位最有综艺 feel？ 请投票开始。哎呦！紧张啊！哇，全部冲过来耶，这样对吗？想不到经历了一轮水深火热的残酷歌喉战之后，进行投票的项目竟然是最佳综艺效果，女生们应该很后悔刚才没有卖力的演出吧？三二一，张开眼睛。NONO 竟然只有两票，是我没有尖叫吗？我有啊。哦，小爱13票，超过天，超多的。娜娜终于洗刷了，有没有？来9票，谢谢大家，心情，谢谢。什么啦？讲心情？第一关已经过很久了，对啊，16连拍哦。拉拉4票。嗯，有点难过，可能摸到很熟悉的东西吧。雪碧2票，两票，我觉得这两票应该是一开始投我的那两个吧。好，所以目前的分数已经都出来了。来，我报一下，来 ，NONO 目前是20分，小爱是29分，云飞是11分 ，Lala 14分，最后雪碧9分。哎呦，小爱，哎呦，小爱爆冲哎，不错哎你。接着下来这一关，当一个性感美女，如果这个性感的舞蹈不行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马上决战一关，性感舞蹈哟！欢迎我们性感老师辛小光。辛小光，尖叫声！今天现场就是要来学舞。没错，今天一样也是给我们五位女神的，不能光只是性感而已。我们有简单的到难的这三种不同 level 的舞蹈来考考他们。三个 level。是的，不同的 level， 看他们能不能在很短时间内学得很好。来，老师请就位。即将进行最后一道关卡是西小瓜老师指定舞蹈赛。今天西小瓜老师又会准备什么样地狱级的舞蹈来折磨女神们呢？是最后面，好，观察一下他们跳，开始骨盆舞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好不好？NONO 在干嘛？哇塞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不错啊，只有 NONO 一直拉腿，可以谢谢他了。但他，我觉得他跳得很认真哎，对，有一点，而且他有那个 cute 的感觉，很可爱。第二个是几拍？4个8拍了，4个8拍，换别首歌喽。好，来哦，换歌了。一起来看西小瓜老师先示范一次。Yo， 屁股走，手，嘿，屁股，嘿，甩手，嘿，走，屁股，嘿。对，老师跟老师，我刚刚在跌倒。好，谢小瓜老师请到后面。各位，这个总共是4个8拍，对不对？对，4个8拍。好，4个8拍，预备，怎么办？开始。好紧张哦！哇，好好看哦！真的是海边的画面呢。哇哇哇！出来。
来有一些是像专业的舞者，有一些是像阿姨哈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专业的民众。小花老师唱会不公平，他们两个都在前面。对，好，那换一下哈，好可爱。来来来来来，预备。最难的，这简单。最难的哦，因为这个难度比较高。开始。跟老师去学。哇，差太多了吧！你先让人家有卸下心防的感觉啊，然后后面突然来一个他帮你呼呼的，而且这难度很高的。对啊，大家一定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到底谁是真正会跳舞的女神？没问题嘛，那记舞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有一点难度，真的难哦。好的，五位请准备了，正式开始 ，Go。请坐到自己的座位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西小花老师，就他们刚刚这个表现，你个人觉得？那个娜娜跟小爱都是非常会跳舞，舞蹈底的。但雪碧也是非常性感。但是我觉得刚拉拉的动作各方面是最到位，他拼了。推下去。没有，真的就你给的那个 pose， 五位都不错啦，五位都不错，好，不错。那我们就没有给分了哦，谢谢西巧花老师，谢谢。闭上眼睛，这边准备好了啊，到底，请坐，请坐，到底他们五位当中。你觉得谁学舞最认真，同时学习舞蹈能力最强，到底会是哪一位呢？决战一关，请给分。啊，这个如果没票会很难过哎。Oh my god， 怎么会一个都没有？啊哈，又来。我紧张了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数字，这个悬殊令人悲伤。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好的，好了，我来投一下好了。我觉得他好可怜哦。不要念，不要讲名字哦，不要讲名字哦。长那么漂亮，没有朋友。就是太漂亮了。好。好的，五位。是时候了，最后了，已经没有别的机会。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至于是几票？三、二、一，一，打开眼睛。23分，小爱45分，云飞16分，拉拉21分，雪碧11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终极女神就是安雅。哎呦，很意外耶！来颁奖，颁奖，颁奖！恭喜获得小，怎么了？赢了冠军才得到一次券。不是啦，三个两杠掉了啦，就不要写一次券啦，应该说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